你在吃香肠哦？那吃一股，再吃香肠。好吧，专心吃饭呢。因为我们依依没有专心吃饭，在看电视。那我来吃他的肉肉。因为依依吃饱了。哇，很浪漫。这个是餐厅吧？可是哦，这个也要冲一盘赞的，但是够残忍的。哎呀，这是咩呀？这个鱼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，是刚刚气炸锅吗？来对刚好写。有啊。有啊。煮很久了。哇塞，那这个肉肉，哇塞！好吧，再看一下菜，有鱼有肉，不爱吃菜咖哈。然后依依最喜欢喝茶茶的。连吃饭也要喝茶茶。Again， 吃饭喝茶茶，这是依依的饭碗，里面还有三片肉肉。一二三。那这是依依的妖怪手表水壶。还有战斗陀螺。战斗陀螺也是你的吗？哦，没有再吃了，我们要把电视关掉了。你要拿战斗陀螺来吃哦。战斗陀螺先放旁边吧。放这里吧。太好吃了吧。你如果要夹，自己夹，还是我夹给你？你也喜欢吃这个鱼，有丰富的 DHA。好吗？